咱今天嘉宾也有退时消费啊？是吗？真的啊？亲爱的观众你们好吗？我是杨仔。你好，是牛仔啊？咱老妹儿你直接说了。你喜欢我这样的吗？喜欢，眼睛怎么长大了？是吧？听听你的，自告奋勇要模仿小沈阳。对对对对对。那你可知道啊，沈阳和春阳本身就是搭档。是啊，那你们俩如果搭档演一段的话，你能行吗？你觉得？我觉得这个应该能超过他吧。超过谁？超过小沈阳呗，是不是？这话你不能说得太满啊，咱们得先看一看他们俩二位待会儿演哪段。相当有难度，相当有挑战，是吧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。哎，喂，啊，我呢？我的电话。拿手比量。不是，凭啥你就拿针，我就得比量啊？不是那个做戏吗？不，我也给我个电话呗。你非得要个针的？嗯。那咋整呢？我这一个呀。哎，哥们儿。喂，摄像那个，喂，真的，你电话接我一下，演一下戏，演戏，救场如救火，哥们儿，行吗？给你拜年啊、哦，接一下那事那事，我不演戏，磨磨唧唧的，你没事没事啊、哦，来，谢谢你，给你接来了啊、哦，哎呀，太好了，来，咱俩进入人物啊、哦，来，背景音乐开始，来吧。喂，啊，喂，这怎么没有来电显示呢？假的 啊！喂，喂，长城吗？啊，是我呀。我是文强啊。强哥。啊。嗯。你干啥呢？我扒苞米呢。这时候你扒啥苞米呀？没啥干的，冬天要过年了，休闲点玩呢。玩呢？玩啥呀？打麻将。打麻将？我没打过呀。你现在是冯程程了，你身价有钱，没事就玩休闲啊、哦。那我都跟谁玩啊？你喜欢明星不？我喜欢呢。喜欢你挑整个谁明星都行，随便挑。啊、哦，喜欢。行。程程吗？啊，是我呀。你干什么呢？啊，我打麻将呢。跟谁呀？啊、有林青霞，有巩俐，有张柏芝。哎呀，啊，打多大的呢？打两块的。这两个人这么硬，你说你大点说着。不是，这都强凑上局的。不是，你现在是房产，你身价不一样啊、哦，明白没？大点啊。大点说，大，那大了说。啊，来。长城吗？啊，强哥，你打多大的呢？我打两块五的，抻直了好几十呢。涨五毛钱啊？你吹不会吹吗？往大了吹，越大越好。吹还不会吹？长城吗？啊。你打多大的呢？打一亿飘十亿的。是跟杨老爷玩的吗？三天一差你一个，来不？程程，强哥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那你在哪儿呢？我在三亚看雪景呢。啊？哇，强哥，我也在三亚呢。你干啥呢？我堆雪人呢。程程，强哥，程程。强哥，我看着你了。强哥，强哥，阿强。哎呀，我发现看完之后话说大了，是因为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小品。后悔了。对对对对。啊、我想呢，就是我啊，我要没事，我相信你。你相信那行。我相信你。大家想看不？那我就按照我的演吧，好吧，按照你的方式演刚才那个经典片段。对，好好好。